一身灰色西装帅气登场的邱泽，与女星柯佳嬿、曾之乔、怀秋等人，十二日联袂出席偶像剧《必娶女人》的开镜仪式。台北天气冷飕飕，两位女主角不畏寒冷，穿上短洋装却冷得直打哆嗦，只能说为了爱美就不能怕流鼻水。这部戏是邱泽继小资女孩向前冲后，再度和老搭档柯佳嬿合体飙戏。戏中颠覆以往乖乖女形象的柯佳嬿和巧巧，挑战为了事业及男人狂耍心机的角色。不过会不会是太坏了，连受访时都被抗议啦？排排很久没有在一部戏开拍之前，我的下面的下属只要发生任何的状况，问到现实生活中会想娶哪位必娶女人的邱泽，男主角都还没开口，两位女主角就抢着说：总必娶要在位置，总必娶要在位置，总必娶要在位置。对于郝萌来说，蔡桓真就是他的必娶女人。对，为什么看上他的秘密个人呢、喔、对，我是喜欢这种勾引的啊。谢谢。那你说私底下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到底是必娶还是必娶呢？是另外一个必娶女人。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